对，很好，就是这样。那好了，换脚姿势，然后再就换人看看。好，你就换鞋子。大家要击到，不是这样，不是随便甩一下。对，好，试试看，不要往后仰，身体要往有点往前的话，力道才会压进去。好，试试看的。来踢那个把风了。对，踢字。你不要那么趴，稍微高一点点。来，对对对。要踢高一点，踢字，对，很好，试看戳进去看看，对，戳进去，速度加快，距离可以拉长，好，速度加快，对，跑步跑进去，然后直接踢，对对，夹高。好了，直接换脚。
好，来用这个方式射低，然后站一点点，好，站侧身，侧身好，好，这方式射低，冲出去射低，后脚往前踩，冲出去射低，冲，射低射低射低，好，你因为你前低位的试看射低来，往后站，整个冲出去，脚步冲出去射低。哦，对，要夹脚，你要夹脚，要夹脚。这个地方你要冲，要夹低的。哦，这个后脚头部头一步，好，一进去了，这样。对对。冲出去踹他，对，好，踢进去看看，对。